是的，作为509后时代，柔佛州的第一场补选正式登场，各路候选人都表明将竭尽所能，在14天之内积极争取选民支持。两位独立人士是政坛新面孔，我们这就去了解他们这一次为何参选。力求为西蒙守住城池的卡敏，在提名程序完成后，向媒体指出，将善用在地人的优势，通过这平台贴近选民，催谷选票。Daripada Pakatan Harapan semula, perangkat pusat dan jentera daripada bagian sendiri untuk terus membantu gerak kerja ini untuk memastikan kita mendapat undi yang banyak dalam perayaan kali ini dan mendapat kemenangan insyaAllah. 另外，作为土生土长笨真人的独立人士洪俊禄博士，本身是一名补习中心创办人，拥有30年教育经验的他参选，是希望形成第三势力，为丹戎比爱人发声。至于另一名独立人士45岁的法利达，可说是临危受命。由于半岛的士联盟主席三苏巴林突然入院，这名单亲妈妈决定代披战袍，为 B40 群体发声，并强调将着重于争取和电找行业有关的权益。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